大同书出很贵的，你们有需要的话六千，六千，有有有人会买哦，很七千，七千，有人会买哦。我跟你讲，那女神她要拍这个写真集，对不对？年轻不要留白。对，你可不要听我这样讲，然后你就真的拍。我跟你讲，没有穿过，真的拍过那种背后全裸之捧的胸的那种。我拍过 FHN 的封面，OK，好，下面标题，下面标题是歹路不可行，对不对？歹龙躺平，我拍农历七月，也有可能啦，但很难讲嘛。你看以前欧美、日本啊，流行那种孕妇写真集，孕妇，哎，女生啊，上围最大的时候就怀孕那个时候，对，对不对？你最适合拍哪一种，你知道吗？你我在正经讲，你反正这样不正，这是一定要，你要吗？给他笑，哎，公平，你那个拍出来以后，我放在里面肯定大家爆买，真的，真的吗？肯定的，农民力。 你就拍一些解读嘛，比如说香肠不能拍痒那个多了，金鸡屎白，你才叫屎白，可不可以弄开了？鸡屎白，你才欢迎林可，林可，哎呀，恭喜恭喜啦，总冠军啦，总冠军。 这是你的第一本吧？对，我现在只也只有出这一本而已。对，但是这个封面就已经很猛喽。对啊，哎，这边哎哎，来踢馆了啊！他也喜欢。哎，我跟他沟通一下。哎，你夹菜郎，你怎么？哎呀，你夹菜，你夹手，这不适合吧？不适合了。啊，你这次拍摄写真书，先来。哦，哇，哎呦，你的第一本就很猛了呢。点歌。恭喜恭喜，谢谢。林可。 这一本的特色是在哪里？应该是说，因为我平常都穿很多，所以老实讲，这一本就是集全部最大的了。尺度上啦，因为这种穿男友 T 恤这种嘛，加姐加姐，有趣事跟我们大家讲一下。这一本呢，就是因为是我自己做的，因为原本是公司的，自己砸钱啊，我自己砸钱。原本的公司他突然就跟我说，哦，我们不想帮你做了。哦，然后我就。 然后我就那时候已经跟粉丝讲说我会走，我要出了，不能私信。木南那个，对，不能私。那等于是要喷很多钱呢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喷蛮多钱，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就年纪比较小嘛，还没有开始赚那么多钱。哦，这个很久了吗？这本书？这本应该是筹备大概一年半。哦，从自己找出版社，然后摄影师装法，全部加一加大概一年半。哎，找景啊，或干嘛？对对对对，很辛苦啦，对不对？哎，首次拍摄个人写真集，结果他的摄影班竟然大迟到，迟到多久？迟到4天，没有那么久啦，太久了，失踪了，太久了，是失踪。那要报案了，再杀滩晒成人干了。对
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你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
何德何能的，可以欣赏一次这么多的美女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来，一起来投票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哦，哇，不两分，四十八分呢！哎呦，不两分了，哎呦，哎，分出来，不好意思，全开，来，全开一样，全开，来抱一个，来，从哪边开始？我没有开了哦，好，我们一起开，一二三。哦，十十一开了，十，哎呦，这里啦，十号，对啦，六号，我管你的啦，对啦，对，讨厌把人家衣服都撕破了，哟，什么浴缸啦，又是浴缸，这个大图输出很贵的，你们有需要的话6000。有人会买哦，喜欢的再贵他都买。对呀，再次谢谢林可，谢谢。